明天就要放假了，我再说一遍啊。考号条形码特别重要，考号条形码如果丢了，谁也不知道你是谁，考了也白考。回头啊，都去文具店买一个这种透明的、带封条的整理袋，然后把高考用具全都装里边。考完语文呢，中午可以睡一觉，因为数学啊，在下午3点特别容易犯困。 都让你们家长在考点周围订个钟点房啥的，不困也躺一会儿，闭目养神嘛。还有就是低血糖的同学，多备一瓶含糖的水。哎，你们别嫌我烦，我呀还得再强调一遍，做完选择题就要涂答题卡。 而且啊，千万别涂串行了，检查完了再去做填空和大题。每年都有不涂答题卡的这种糊涂蛋，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。听见了没有啊？听见了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都还没哭，你们哭啥？你们也知道啊，我呢也是第一次带班，有时候啊，你们把我气的，我都想把整个教室都给烧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们可爱的时候，是真可爱。 谢谢你。再见了，我的高中时代。